2:30是准的。喂，千羽啊，今天恐龙什么颜色？我问你几点下播？2:30。2:30，够了。恐龙什么颜色？跟昨天一个颜色呀、啊。你们不说这个好看吗？然后今天又擦了，谢我哥哥点亮。哇，亲口，偷偷的亲一口，欢迎我信你个鬼。要陪我啊？那司机啊？谢点亮。关注，充电，赶紧充，换歌我。你亲啊，你亲口，先充电哈，你也亲口我们呗，不，啊 ，miss 哥，你干啥去了？你是不是跑丧去了？欢迎乾坤。还没下，就讲了。还念，还走路。这啥呀？这啥呀？看，这可以。快进来吧。换号了，是吗？那你偷的呀？是换号了？怎么公司那点忙啊？你俩什么意思啊？谁点的？谁？你啊？对啊。欢迎刘果果。不是，我说这个 miss， 是跟你说换号了吗？那小芳，是吗？还拧盖呢，根本就没开。宝宝，你像啥？我有点晕，你给我弄迷糊了。哪还有一个？刚刚还有一个呀。刚刚我有一个哥姐叫 Miss， 我看看。啊，不是，看错了。那你多久没来看我了？嗯，你多久没来看了？自己说。按着下巴动，看错了，刚才是你要吓死我。多久没来看我了？啥意思啊？欢迎你开心。快进来，宝宝，这头发。没几天，你可拉倒吧，最少也得1周多了。今天都是爱上刷宝宝了吗？拜拜啊。刷了1周没，昨天没刷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那天朋友圈跟我说话。换人生，啥了？
现在还没明白，晚上我给你解释解释，好不好？小豆豆，好不好？谢谢亮亮。豆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加油啊！欢迎无名，不是手不能放这。好的，漂亮宝贝儿，欢迎浪子，漂亮漂亮，哈哈，我等你。我说啥了吧？把一无所有，你给我说下吧，我跟你说啥？我这么白，说你炸了，很开心，嗯，没准还能连炸。换萍水相逢，我来了，停一会儿。解释解释，其实挺好懂。快起来，宝宝。欢迎咖喱。真的不明白，可以给你这个铃铛了。谢谢亮亮，欢迎浮夸，欢迎老头儿。对，看四爷好听。欢迎秀，欢迎老公，欢迎司机啊，欢迎听话，谢点亮，我不记得了，你跟我说，我记得，晚上跟你解释解释，几点睡觉？欢迎宝宝。请问人生，欢迎老头，欢迎贤妹，哎呀妈，不要笨了吧，欢迎妹呀，欢迎浪子，欢迎吉吉，欢迎凤儿，有点喧嚣呢，哈哈，别乱说。行，我得好好弄，怎么没有昨天好看呀？谢宝宝。如果说你说的对，欢姐姐，谢关注，喝多少假酒？谢点亮，说明洗澡把脑袋压了。谢关注，欢迎胖。真的，谢点亮，欢迎洋洋 ，miss 你怎么不说话？欢迎洋洋，欢迎滚滚，这次坏了吗？没有啊，欢迎一二三。欢迎雪山，还在想，你想啥？待会儿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？小观众，是不是啊？